家好，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俗话说，知足最大富，安稳最大利。做慈济越来越投入的美庆赚到夜夜好眠，那么也因为有许多法亲的帮忙，让家里的屋顶总算是不再漏水了。今天邀请三位来宾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这一段的故事。首先是我们的女主角李美庆师姐，美庆师姐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还有我们美庆师姐的女儿苏逸文，逸文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以及在慈济菩萨道上大家的这个好法亲哦，我们的吴宏泰师兄，宏泰师兄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今天的戏剧当中，我们看到在戏里头的阿静吼，就是这个美庆师姐的婆婆问你说：“哇，阿弟做足怎样呢？喜叹丢下吼，做的这么样的欢喜呢？”美庆师姐自己觉得是什么？哦，我做足济，真正叹足济。其实吼，其实伫阮宜兰进站吼，即孙仔孙仔都要华亲关怀。嗯，嘿，我会记得讲九三年嘛吼，大陆的水灾嘛。是。说实在，伫台湾我拢会靠讲啊，我那只靠只歹命。但是去遐九天哦，我就伫内心来感觉讲，哦，我伫台湾那有算什么靠啦？来到遮看到遮乡亲哦，遐灾民哦，遮实在是靠。什么家徒四壁啊？啊，无壁啊，四个壁都无咧吼。啊，咱要过老厝堂啊大咧，安尼算啥？我当下有发现咧，我讲哎呦，我转来家后山困，我就甘愿。啊，所以迄当阵啊，真正诶，吴宏泰师兄甲杨宗喜师兄都替我出咧材料费。啊，迄陈国清师兄伊都要俩捞嘛，啊，伊都出工。来到三，他们很三位菩萨吼，帮我那个屋顶啊俩捞。所以我感觉讲入来租者是赚足济，其实咱讲付出实在是一点点啊，尔所得的真的更多，所以嘛，我一直拢用很感恩的心哦，要认真做，怕变付出，哈，付出安尼回馈感恩大家。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下宏泰师兄，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因缘哦，让您跟另外一位这个中喜师兄，对不对，会愿意自己掏腰包，然后帮美庆家里的这个屋顶来做一些的整理呢？嗯，其实刚才美庆讲的就是我们华兴关怀啊，其实讲到他那一段说，因为就是要赈灾，然后钱只能花做一件事，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哦，那时候听起来其实跟我很相克，因为我真的是从家庭也是很贫苦的，走过来的。其实我做慈济的时候，经济也不是很好。对。但是听到那这样，因为我们知道美庆师姐她在慈济真的是一块宝。她刚开始，其实我都把她设定为那个偶像啊，是我的学习目标。因为我看她在台上这样，能够讲，啊，其实我上台的时候讲的不是那么顺，结果原来是她做出来的，就可以做。就上人讲说，讲你所做的，做你所说的，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体会到说，那个安尼厝安尼吼，伫啊厝安尼压吼山，伫安尼伫压吼，那个生活其实我很不忍的。所以刚好跟梁中喜师兄就两个商量说，那我们全部把它包下来，让他能够安住的在家里，因为他真的是很发心的一位菩萨。那刚好陈国清师兄，他会这方面的技术。所以他说啊，那既然是材料钱都你们出的，那供我来出，供他来出，就这样子把它这样子圆满掉。所以，感觉到也蛮，虽然，我们没有去过，那时候我们没有去赈灾，但是看他能够这样子圆满他的愿，其实在华清上我们感觉很愉快。这个是在我们为什么起源要。让他身同感受在我身上，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圆满这一条路，让师姐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做这个赈灾，对不对啊？家里的状况就有这些法亲来道撒缸。那我们其实也要谈到，像逸文，你小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也是很辛苦的在赚钱啊，为了要还债，所以听说你们跟家里的这个哥哥弟弟啊几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打工了，是不是？对，大概什么时候？国中的时候吧，妈妈会有认识的一些店，然后要请一些小妹帮忙的啊。然后像有一个好像餐厅的，他需要假日的洗碗工。对。然后我那时候也跟弟弟去做啊。对啊，想说能够赚多少就多少。所以当时候会不会羡慕同学说，好像都不用为了这个金钱，然后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你们家的孩子却必须这么做？多少都会啊，但是你要有自己
要知道说家庭是什么环境啊，然后你能够帮忙多少就帮忙啊。像我们如果想要买东西，不可能第一个想法就是不可能找爸爸妈妈要，都会想说自己打工赚钱这样子，对啊。所以从小师姑孩子们就是这样子的懂事，不太跟你拿钱生活，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就一直在拖债务嘛。对。啊，我嘛，和囡仔就是讲爱回家探亲，足辛苦的，啊，应该会欠。啊，爸母嘛是伫为着债务哈，啊，所以因一路来就是会欠，啊，骨力，嘿。这就是我的一种教育，希望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对，不要怕小孩子辛苦，你怕他辛苦哈，他就是永远哦，就好像扶不起的阿斗，会长不大。对，很多事情都要靠爸爸妈妈，对不对？对。所以洪泰师兄看到美庆师姐家里的情况是这样子，那么在做慈济上面，他却是不遗余力哦，而且是非常努力认真。我想跟您同样的，都有一些债务方面的情况之下，您为何也会如此的坚定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呢？哎，对，其实，在慈济里面，很多的像资深的，或是我们先前的师兄师姐，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我们一个目标。哦，除了上人给我们的一个教以外，其实在从上人教在资深的师兄师姐的身上，我们都可以学习到。我真正入慈济，其实第一个不是先上人感动，我是先被我们接见的柔和人物如一感动。就好像特别有一个质，哦，原来是气质，是穿同样的穿旗袍，那师兄穿的这个制服，同样是打领带，但是在他身上穿起来感觉不一样哦。原来后来我才了解，是我们那个是气质，对，所以就是那个气质是从你在做当中去慢慢去培养出来的。所以身材不怎么样，但是那个质是跟人家不一样，穿起来感觉就特别好，对不对？所以一文有发现妈妈跟爸爸在做了慈济之后，笑容变多了吗？有，家庭的气氛就不一样了，对，就争吵就比较少听到他们两个争吵这样。以前的气氛真的很容易吵架吗？很容易。哥哥好像曾经有提到说，这个家里以前是行动派的，是不是？所以会听到爸爸妈妈的那种吵架的声音。就有时候吃个饭，就突然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怎么两个越讲越凶，就突然间就爆发，就突然间爆发了，就是为了钱。好，所以我想今天其实我们也提到说，看到了这个一家人哦，虽然说有负债的关系，这么样的辛苦，但是因为法亲之间的这个关怀，也让这一家人，让这个美庆师姐可以圆要出去赈灾的梦。那我要请美庆师姐借这个机会来感恩一下我们的三位当初帮忙的师兄，好不好？好，首先我们真的很感恩洪泰师兄啊，真正伊哦足好养教的，我那常常拢讲伊哦出席率100%，啊是什么时间在赚钱哈？因为我嘛知影伊经济嘛是无讲介好。但是伊就是一份足发心的。第二个就是杨宗喜师兄，杨宗喜师兄就是阿黑师哥的儿子嘛。啊，阮就敢咧像一家伙啊人安尼，我拢常常讲这杨大哥，杨大哥，伊嘛一路来拢足疼惜阮安尼吼，啊嘛真正甲我帮忙介济安尼吼，好可惜他现在嫌弃了啊，再回来了。啊，过来就是陈国清师兄哈，啊，伊嘛安尼出工安尼吼，啊，甲阮呢，互阮一个安稳的厝，安通啊住，所以真正每天都是抱着很感恩哦。今日慈济就是这么侪贵人，咱甲咱疼惜，所以吼，真正做主者吼。真正无后悔，和上人讲，讲和每一个人做主席无后悔。我讲唯一的后悔，收万几百，哦，买几百主席是苦苦恼恼，几百主席了后呢，真正变天堂，哦，天天真的啊，好感恩，好感恩哦，感恩哦。是，所以看到了师姑这么样真诚的这个感恩，法亲们之间的关怀，就知道其实在里面大家做的有多欢喜，对不对？好，今天也感恩三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感恩，感恩。同时也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会客室，我们明天见。